just the thing for you. 农历羊年八月十二，今天的资讯有。Even better, you can make your own. 我国游戏机解禁也有不少日子了，最近过审的游戏却仅有在 Xbox 方面早就审过的《光之子》PS4版一款，而游戏过审也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慢。终于 ，Xbox One 国行游戏《我的世界》终于要在9月29日，也就是 Xbox 国行一周年的时候上架了。在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发售，就问你送不送？辐射4放出七大属性之耐力选神篇，耐力属性的提升也能提高角色的逃跑体力，增加对辐射的抵抗力，相当于血量和防御力。至此，无论是 B 社官方还是三大平台，都未给出中文化的确切答复。仅有渠道商的消息，总让人很不放心啊。